昨天我们向马政府喊话，我们说今天的集会7点钟我们会准时结束。各位，此时此刻我想邀请各位朋友转头看看你身旁的朋友，看看他们的脸，认识他们，互相留下联络的方式。不要笑，互相留下联络的方式。从明天开始，从你为中心认识你周遭的7个朋友，约定好从礼拜一到礼拜天排好你们的班表。我已经来过了，我已经大了，辛苦啊！今天不是结束，今天开始报道，但我们7点一定要结束。你看人家一边弄景点啦，因为下午的改道的这个行动，我们将在这里告一段落。所有50万的公民朋友，我们在这里。再一次谢谢大家，谢谢你们，谢谢，辛苦了，林非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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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举起你的右手，举起你的右手，50万人，马总统，请你聆听人民的声音，请你聆听所有公民朋友的声音，请你聆听台湾人民的声音，我们一起喊马总统，马总统出面回应，出面回应，具体承诺，具体承诺，出面回应，出面具体承诺，具体承诺，出面回应，出面回应，具体承诺，具体承诺，出面回应，出面回应，具体承诺，具体承诺，退回服贸，退回服贸，捍卫民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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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退回服贸。民主，捍卫民主，退回服贸，退回服贸，捍卫民主，捍卫民主，具体承诺，具体承诺，出面回应，出面回应，先立法，先立法，再审查，再审查，先立法，先立法，再审查，再审查。先立法，先立法，再审查，再审查。好，各位朋友，各位朋友，记得留下你身旁的7个伙伴的电话。明天下午排好班表，到国会报到。好，谢谢非凡，人民站出来。站出来！台湾有未来！台湾有未来！
好，我谢谢所有公民朋友，现在我把麦克风交给你根正老师。我们非常感谢这次所有参与这场行动的朋友们，请为台湾人民的胜利欢呼。这个行动是起点而不是终点，虽然我们今天七点会在凯道这里结束，但是不代表我们占领国会的行动是结束，而是开始。我们会继续坚守立法院，直到执政者愿意妥协，愿意肯定人民的诉求为止。大家说是不是？在这里要特别跟大家说明，这一场超过50万人的行动是在短短的3天之内我们达成了。这3天之内呢，我们有非常多的公民团体过去在台湾的社会默默耕耘了几十年，他们在各种人权、环境、社会、劳动、性别各式各样的运动中发挥整个台湾社会运动的基石，推动着台湾民主运动跟社会运动的往前进的脚步。我们在这边是透过这样的累积，才有办法在短短的3天之内汇聚整个台湾社会力，促成这场行动。我在这边要特别把过去这段时间参与主要筹办的团体跟大家做一个报告。第一个是反黑箱福茂民主阵线，请大家给一个掌声。台湾劳工阵线、妇女薪资基金会、台湾守护民主平台、台湾人权促进会、台湾教授协会、地球公民基金会、绿色公民行动联盟、台湾农村阵线、公民觉醒联盟、宪政公民团、黑色岛国青年阵线、组合人本教育基金会，不好意思啊，这里是医疗通道。还有这次青年占领立院退回福茂行动所有参与的青年朋友，另外还有非常多的团体参与了这场行动，大概有数十个、几十个以上。因为我想我们会把所有的这些资讯公布在网站，特别要恳请大家能够持续的关注所有台湾追求社会公平正义、环境保护、追求国家永续发展、捍卫民主、捍卫人权的所有的团体，支持他们推动台湾能够往前进步，这个是整个台湾国家前途最重要的基础。感谢大家今天参与的这场民主盛会，谢谢。我想大家可能会舍不得走，但是我们说过了，这是一场和平非暴力的抗争行动，我们已经展现了一个最高规格的这个公民行动，接下来我们仍然会持续以这样的水准展现台湾公民的力量。所以要拜托大家等一下能够听从主办单位这边的指挥，能够安全的离开这里。整个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其实非常重要的就是团结，还有遵守主办单位的规划，在这边要跟大家拜托。所以接下来我要跟大家报告，就是说由于台大的这个医院站的车站呢已经过站不停了，所以请大家哈不要再往那里走了，因为人实在太多了。
然后往哪里走呢？请往中正纪念堂，中正纪念堂的方向，或者往信义路东门站的方向呢，慢慢能够疏散，能够回家。那就是如同非凡说的，接下来是长久站，所以恳请大家能够排班来立法院，守住立法院，这样好不好？好。是的，所以拜托大家从现在开始就可以进行疏散，不要再依依不舍。我们再给大家鞠一个躬，拜托大家，谢谢大家。再鞠一个躬，谢谢大家。再谢谢大家。请大家一起加油。请大家能够陆陆续续的离开现场，谢谢大家。拜托在前面的朋友，眼光不要再盯着我们了，请往。